你们会喜欢上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吗？这个男生条件超好，你一定要去。这次的女孩子真的特别好，你可别又给我搅黄了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家里有房吗？没有。有车吗？没有。还得50万给得起吗？你配吗？我妆都花了。抱歉，这个刚没送出去，就当给你赔礼道歉吧。这兰蔻时尚粉底和残粉哎。听说能够超强持妆控油还不怕蹭。谢谢，我好喜欢。那你可以给我留下联系方式吗？可以啊。明天可以和你有一次正式的约会吗？人海中，如果两个人一直保持同频率。你好，我是喜欢画倒三角的加菲涵。你好，我是喜欢加菲涵的菲菲。你们就一定会相遇。